dream is yet to unfold.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remain. The summer sun is beating the ground. Autumn's breeze nowhere to be found.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remain. May your love remain. May your love remain.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remain. El invierno amargo y feroz, la primavera no sabe de vos, que tu corazón y tu alma permanezcan. Con su color le pego el sol al suelo oscuro que nada me dio. Que tu corazón y tu amor se quede aquí, que se quede aquí, que permanezca en mí. Que tu corazón y tu amor se dejen ver.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就是吃东西了，就是吃东西很容易会不舒服啦。现在已经好很多了。이번엔 또 어느 벼랑에 세워 밀어야 할까? 예, 그걸 세자 조합께서 풀어주셨다고요? 好，各位。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没错，我现在要来洗鼻子，这个叫做 Nasal Rinse Mix。都知道，因为我不是鼻敏感嘛，然后之前就很多人跟我说，其实可以定期去洗鼻子这样子的。那我昨天清完鼻子之后，其实感觉挺通、挺舒服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水就会从这边进去，然后这边出来。好，我现在要闭气了，我不能用鼻子呼吸。 Hello everybody， 今天的 vlog 呢，其实也是一个宅在家里的 weekend。为什么呢？前阵子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个周末我就想不要乱跑了，我就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一下。对，但其实虽然我待在家里，但我还是有蛮多东西要做的。首先，因为这两天有几个拍摄，我要可能要 online 的，就是 on call 这样子。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老板会进办公室。 还有我们的线上课程的正课也是下个礼拜要排，所以我们最近就是比较是紧锣密鼓的在处理这些事情。最近依旧是皮绷的比较紧一点。最近这阵子，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眼尖的朋友应该可以知道，我用的那个精华都是这个兰蔻的超未来基因复活露，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做小黑瓶。这个真的是我用过，然后心目中的精华前3名当之无愧。我是真的喜欢小黑瓶，到会无条件的推荐给身边的所有人。我几年前第一次用的时候，也是第二天起来被自己的脸那个滑顺度给吓到，就是啊，天哪，我的脸怎么这么滑，有点浮夸了。但就是我是真的觉得它及时的修护效果非常的好。 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属于一个比较喜欢尝试各式各样不同 skincare 的人，所以我能够把它用到好几罐，就是足以见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了。你们可以感受到我对它的爱吗？这个小黑瓶有什么特别的呢？首先讲到我们皮肤的核心角色叫做微生态。那其实我们的皮肤有总共有4种不同的天然屏障，那每一个系统呢，它都会有不同的功能来维持肌肤的健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是一些内外在的不同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每一个系统的运作跟状态。我们的微生态里面呢，有分好菌跟坏菌。那这个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要让好菌大于坏菌，这样子才能达到防御、稳定跟修护3大作用。小黑瓶里面除了保湿的玻尿酸之外，还有兰蔻独家研发的 Bio7 微生态修护专利，另外还有维他命 C 糖苷，只要一滴就相当于3000万个活性抑菌萃取，并且它可以更快的深入去修护我们的基底，就跟我们的肠道需要抑菌一样，我们的皮肤也需要，借此就可以帮助皮肤达到我们刚刚说的3大平衡。那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在用小黑瓶，而我自己最大的入坑点就是用完之后它的保湿跟滑嫩度是你很真实可以感受到的。然后我上次问我朋友，他是说他觉得脸的那个紧致跟稳定就是进步很多，因为我之前有持续的使用嘛。那为了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皮肤的差别，我前阵子就停用了7天，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before 跟 after 是。真的差异还蛮大的。你可以看到皮肤有些小小的问题，就是比较暗沉啊，毛孔粗大，然后有小颗粒的这些小问题就会开始浮现出来。之后再重新开始用小黑瓶之后，整个皮肤的稳定度啦、光泽跟紧致感都有蛮明显的进步。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所以其实4季都很可以使用。加上它的保湿度很好，所以冬天呢搭配乳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夏天用的话也不会觉得就是黏黏的在脸上这种感觉，不会。平常除了早上晚上的 skincare 之外，我也会把它加到我的粉底液里面，就是加一点点，让那个底妆会更服帖。以我自己的经验啦，大概3到4天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但是如果你的皮肤需要多一点时间去反应跟吸收的话，其实可以给它7天的观察期来看你的皮肤的那个改善的状况。当然每个人皮肤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但小黑瓶是我自己觉得蛮适合入门的一个专柜精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东西，就是这个兰蔻的极光水，它的全名叫做什么呢？超级极光活萃精露，它有97%的净肤精华，还有3%的植萃精油，它们俩就是天作之合，相辅相成。间谍情深，是这样用的吗？总之呢，就是他们俩搭配在一起，那个护肤的效果会更好。大家如果没有用过的话，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先靠柜，然后可以跟就是柜姐咨询一下自己的皮肤状况啦，然后也顺便去领取他们的体验包或试用包。然后刚好最近台湾的周年庆快到了嘛，所以趁周年庆入是最划算的好时机。讲到周年庆呢，身为兰蔻小粉丝的蜜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到兰蔻的全台专柜买这个50ml 小黑瓶加上150ml 极光水的组合，然后就会送这么一拖拉库的东西。那这个也是周年庆的限量组合，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我会把周年庆的档期跟兑换链接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呀。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是我最近新买的 CK 的一套，其实它有一件外套，我穿给大家看，外面那一件套上来就会长这样子。大家可能会觉得看着很热，但是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冷气房里面，所以还好。夏天的时候就穿里面这件，然后秋天的时候再把外面这件套上来。有些工作要来完成，因为我们老板这几天飞到香港，然后下个礼拜就会有一些会议啊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在安排这个。我这几天每一天都喝水，喝了大概3公升吧，喝多一点水对皮肤是有帮助，是真的，各位。我今天还有减肥。然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就是呢，我其实前几天认认真真的拍了 vlog， 但是最后发现综合考量之后，我发现那条片应该是没有办法出的，所以好伤心。我本来拍的还挺满意的说，没关系，我还会继续拍其他的影片的，大家等我。好像没有跟大家 update 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家的网路坏掉了。我真的是此生都要感谢王怡曼小姐，这个是 Agnes 借我的 router， 它就是自己就已经有讯号了。我也不是很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了，但总之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好东西。因为我约了师傅是礼拜一才能帮我检查 WiFi， 但总之它现在就是一个 dead 的状态。还好有它，不然我这1个多礼拜来真的就是没有网络，我真的是要疯掉了。你知道我网络坏掉的那阵子，我真的是。 哇，我心里焦虑到我睡不着哎，是不是有这么夸张？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大家不要被网络给绑架了。突然之间，一瞬间发现我所有在家要做的事情都需要网络的时候，很慌，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啊，我现在要怎么办这样子。算是 taco 吗？好像也不太算，这个叫什么 tortilla？ 심부름이 약과 한 입도 못 먹고 너무 서운해하셨다고 김도주가 특별히 보냈습니다.我刚在看韩综。 大家有在看什么韩综呢？可以分享在下面。最近在看那个地球什么蹦蹦什么娱乐室，今年的星期六啦，还有认识的哥哥。我最近很喜欢看《Begin Again》，因为我很喜欢音乐综艺。我不是说我是一个一直都要听东西的人嘛，给你们看我洗澡的时候。 我的整个配备是怎么样子的？这是我的浴室嘛，我就会把 iPad 摆在这里，但是这个角度也有讲究的，就你不能这样子太贴了，因为你站在里面的话，这样看过来那个 angle 不对，这样子也不行，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差不多的那个 angle， 然后就把它摆着，然后就这样播。我通常会播一些音乐啊，或是 X 档案那种像说故事的影片，就是可以不用动脑，就可以边洗澡然后边听这样。 这个是题外话啊。The sound of a kiss Oh my god, so crazy. Love at first sight. Perfume is drifting in the cool breeze. Dance of two hands, eager to meet. A kiss and two heartbeats ring out on the street. Those kisses and heartbeats don't know how to lie. They watered with tears and bloom in the night. Kisses and heartbeats don't know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oh no.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oh no. So let's take a step in this first dance of kisses and heartbeats, embracing by chance. Because maybe fate is too much of the world, just two random passengers caught in a world. A kiss and two heartbeats entwined in a curve. Hello， 我刚出去买了很多的厨具，我已经很久没有买那个 tableware 了。我刚刚跟 Bill 吃饭之前，先去了 Francfranc， 他们最近有这个 pottery 系列，然后现在在打 30% off。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tea set， 然后我自己另外买了一个茶壶，是不是很可爱？ It's all neutral and choppy and cute. I love it. 再是实用一点的，是我刚去 Eon 买了。 那个打蛋器，还有就是夹食物的那个夹子。其实买它纯粹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好看，然后加上 You always need some。我最近有一个很想试的 recipe 需要它，所以刚看到我就把它带回家了。再来这个 brand 是我第一次去，我也不会念它的名字。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 Francfranc 跟 Muji 的综合体。它有些东西其实还蛮贵的，但是我就挑了几个还算平价的。对，就其实也是实用的。然后买了一个。 这个便当盒，然后我买了两个这个装 sauce 的容器，但是我脑海里面是想要拿来装韩式的小菜，然后买了一个白色的碗，这个呢我想要拿来装 yogurt 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tableware haul。Everything before this, now I know it's practice. I don't have a game plan.